愿欢欣笑声在这家相勉励，同踏前路不惧麻烦，虽有问题面对风雨，遇上都一起分担，因有主爱，一切我都不怕。让基督的爱在这家，在这家接纳，同道生命无价。无负你奉上一生的心血，牺牲也不怕，盼一天一天建造幸福的家。我们这一家，不需今晚华丽不耀眼，要全全幸幸起来。我们这一家，哈佛约瑟玛利亚祈求天主引导这一家。我们会挂住屋企人，我们咧会为屋企人担心。同時我們會為屋企人做一些事，很少的事都是屋企人優先。OK 嗎？主要無論你用手機和屋企人溝通，用說話和屋企人溝通，至少是和屋企人溝通。因為是為什麼？應該要是家人優先。想接納同道生命無價，無悔奉上一生的心血，幸福的家，我们这一家，不需金箔华丽半耀眼，要主持伴同行好吗？我们这一家，效法约瑟玛利亚，祈求天主引导这一家。我们这一家，相亲相爱无论。好，第一個要為的是誰？家人。這裡我想邀請大家有個習慣，每日為自己屋企人念一篇聖母經，傳遞福音落滿這一家，祈求真光照耀這一家。